没事吧？没事。好的，没事就行。注意安全，把自己撞傻了，傻成我这样，你就没办法。对不上焦了，做啊，下次穿羽绒服。这怎么逆行了？小心容易摔倒。哦，逆行很不安全的。哎，没有感冒吗？没有，我就一冷就这样，一热就好了。嗯、我要走了。看路啊！你走慢点。到了。腿太长了，其实走得挺慢的。这边走，哎呦妈呀，别又跑啊，别跑，跑起来就跑上去，太高了，下一层吗？谢谢，宇哥来，辛苦。我一会儿肯定要回家了。那边，那边。啊？不、啊，菜哥往那儿走了。不是一样吗？啊？哦，一样的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你们下次记住要是我。哎。哦。这不是你想的地方，你误会我了。你来小傻了，哎呀啊！我看看你哥，好，实在没纸了。导演，我们都不敢动，你可不让我们动。我们应该加一场游乐园的戏，就是白鹿老师坐跳楼机，啊，然后加发票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服务员给我这杯温水，完全给你带到，完全给你带到。你好烦哦，好，你好烦哦。哇，白鹿老师加强啊！我说这天咋这么烂呢？哎呀，我勒个去呀！没有人负责。咦，这空气真好。